山西一定要打卡的十个地方，看你去过几个。一、雁门关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，以险著称，被誉为中华第一关，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的说法。二、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，被称为华北屋脊，是一个集自然风光、历史文物、佛教文化为一体的旅游胜地。三、平遥古城，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，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。四、云冈石窟，中国四大石窟之一，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宝库。五、黄河壶口瀑布，世界第一大黄色瀑布，黄河游水天上来说的就是它。六、乔家大院，是北方居民建筑的一颗明珠。